哎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八一。啊，我是李老师。好，我是尼亚斯。今天呢，6月17号去了台北参加 YouTube 的创作者交流会啊。然后YouTube 当天呢，其实有Google Play 来现场宣传一些东西啦，所以刚好也有拿到 Google Play 的贴纸。那再来呢，也有拿到 YouTube 的贴纸，这是每次的惯例啦，基本上都拿得到啦，对。YouTube 的贴纸啊，然后还有这个是 Google Play 的软糖的样子，蛮酷的。那现在要出现我们的这个压轴好戏了。噔 ，YouTube 的 T 恤，没有错，经历了快一年吧，我终于拿到了这个 YouTube 的 T 恤啊，真的是非常的开心。但是因为现在已经太累了，所以开心不起来。当下我拿到这 YouTube 的 T 恤的时候，我脚抖个不停，我真的太开心了。那非常感谢 YouTube 赠送这件 T 恤啦。那这件要怎么拿到 T 恤呢？其实每一次的活动不一定可以拿到 T 恤，不一定会有 T 恤，它是随机的。你可能今天比如说你参加 YouTube 的创作者交流会，然后刚好呢你回答了几个问题，然后又刚好呢当天 YouTube 的活动决定赠送这种 T 恤，然后你又刚好回答到问题的话，有回答问题的人或者是有问问题的人就有机会拿到。像我今天就有问了一些问题，那今天其实特别来宾是蔡阿嘎，然后还有超立方阿迪英文，对，目前有看到这几个，还有玩 Gen， 对，这几个是担任大使啦，所以今天有讲了一些东西，但是这些东西呢不太方便全程录影。那 YouTube 官方在那边也有说，就是尽量不要录影啦。我都已经拿到这个 YouTube 的 T 恤了，这是去年的心愿，今年已经达成了。那这是上天在暗示着我，今年我有办法10万订阅。我们一起加油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来换上这一件 YouTube 的 T 恤。从今以后，我是一个真正的 YouTuber 了。好了，我已经换上了这个 YouTube 的 T 恤，穿在身上感觉真的是不太一样。哦，有 YouTube 的能量。等一下，我在摸哪里？那其实，拿到这一件 YouTube 的 T 恤，也要感谢各位观众这三年来的支持，观众也有努力的份。我知道有一些观众很努力的在分享我的影片给你的亲戚、朋友、同学，非常感谢你们，非常感谢你们。这一半的功劳是我的，一半功劳是你们的，很公平，很公平，很公平嘛，对不对？五五对分，这样可不可以？还是八二对分，我八，你们二。好啦，希望未来呢，我们可以继续努力，从3万快速到4万、5万、6万、7万、8万、9万、10万，今年的目标一定要达成，好不好？
那期待我们共创下一个奇迹，10万订阅。那如果你喜欢这一次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或是订阅，或是分享出去给你朋友送水们看。那如果更多人看到，我就更多邻居知道秀。按了订阅，不要再按下订阅旁边小铃铛，在每次上传影片或是开直播的时候就会通知你哦。那最近呢，我有开一个新频道，叫做雅思玩麦块啊。那个频道就是专门做麦块原味生存全字幕的，而且还有努力后制过哦。所以如果你喜欢看麦块的话，也可以去订阅那个频道，顺便按一下小铃铛啦。对，所以就是这样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